我讲哦，变拢就差不多是手电架啦。啊，花灯就是讲将物质将物件甲固做灯，或做花灯。啊，细汉就看人安尼咧搞花灯咯啥吼，父母就计迄个做做手工的嘛。啊，看看较会晓啊，人咧搞花灯，还阵做老的呀，还阵的生意较好做。 是较路尾手，生理无济，蒙古有功夫啊，蒙古有果断啦。啊，天伦，会使讲天伦啦。别个我嘛会晓做，别个我嘛会晓做，看到差不多知影啦。元宵节，照我国的习俗，是以花灯来点缀，所以又叫做灯节。细汉的时阵。 四国庙嘛，五国庙啊，四城门的庙都甲花饼啊，是公屋了后，敢若上庙有花饼，安尼啊算个无？五国庙的上头一个就是爱光，即个骨的材料，伊只物件会先固先拗起来，啊再来先卡、先手、先安尼个。 啊！内面牵着的就是，放伫这内面的要拄的骨。敢若讲手工的物件要趁水时才有。 有这物件是下着，啊，拄着时机就好，会晓的人拄着时机哦，就好啦。啊，无拄着时机哦，你说的逐项都无用啦。发生的代志来搞这边，迄嘛会变，唔是讲干呐，物质来搞就是会变啦，故事来搞这边，也是会变。 我上爱高龄啦，风啦，啊个吉林啦，啊我这个负责人间三气啦，我爱高正吉林的哦，我这角色啦，所以不同的代志就是高龄出来表现咱那边。 人的人生哦，即马讲的话，后代人嘛听袂着啊！哦，咱若人生无意思哦，看到这物件，人煞发多人会讲哦，古早的人，这是流传嘛。老一辈，伊不好哟，后代人，才看会着安尼。哦，我感觉足欢喜。 Hehehehe